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，让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妈妈身边，因为我逃避她的时间太长了。我死后要去赎罪，我知道我很快就会见到妈妈，这是我唯一有价值的事情。 儿子，快快乐乐的活着，因为人生太短暂了，没必要忧郁，也没有必要思念谁。永别了，爸，爸。 请我们的团长，也是我们这个话剧的导演罗夏先生上台。经过这个课吧，非常感谢各位。谢谢。 轻放，轻放，轻点！哎，丁老师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安伦，到医院了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我回来搭把手。哎，没事，没事。他这腰是老毛病了。是啊，没事，丁老师到医院了啊。